仲有一个小话题嘅，因为我睇到，我唔系睇，有人系读晒出嚟一个好长嘅历史，稻香啦，边度边度啦，就一路即系网上应该有人传紧啦，即系边啲酒楼会陆续结业。但系我最当然我最容易记住咧吓，就系、是、红星啦，系嘛，红星海鲜酒家啦，伦敦大酒楼啦，阴公社运界，延开百席，吓、哎、都系喺嗰度嘅啫。即是民主党啦，咩街工啦，去啦，去几次啦，唉、哎，即是啲政党要搞大嘅吓、啊，即是成百席开到啦，就是旺角跟伦敦大酒楼。咁咧，我怀疑佢系即系好有钱嘅，所以佢只系话停业啫，唔出粮，阴公。咁啲员工惨啦，系咪？但系冇计啦。咁咧，同埋即系六月。六宇茶室，茶室，琴日都讲过啦。咁呢啲就会暂时结业，系。咁我哋真係希望佢唔係真係结业啦。佢业主佢係自己老板啦，冇钱赚。咁呢啲就良心资本家啦。但其他嗰啲冇乜良心嗰啲美心啊嗰啲冚家铲啦，嗰、那个老田婆嗰档嘢呢，佢哋嗰啲係集团经营 run 来㗎嘛。咁你个现金流一断咗，佢係死得嘅，直情係死得嘅。之后佢开唔开翻，佢要再集资先嘅，咁啊向银行贷款啊诸如此类咧，佢冇或者佢就要彻底结束嘅，系，因为佢系交紧租噶嘛，咁当然啦，有倾掂啊，唔使交租，唔会啦嘛，啊呢啲本身应该系啲，比如陆羽啊呢啲咧，我伦敦大酒楼，我估啊可能系即系自己物业，咁变咗个大业主就佢个感情可能系重于一切，呢啲个酒楼几十年啦咁样，咁所以可能佢真系停。但系终于佢会开翻，咁我希望系咁啦。但系其他有啲咧，比如嗰啲影院啊嗰啲咧，咁你知佢停咗要拆啊，装修改咗第二样嘢，唔系容易做翻个电影院啊。咁我相信就俾阿贼婆害死唔少啊。即系尤其是佢呢招吓，即系疫苗治呢啲嘢，系咁啊，你见啦，即系高兴啊我。讲嚟讲去样嘢咧，都话好正啊！收紧距离嗰呢啲做得对，就系唔提你呢个谷针疫苗。咁呢班专家死捻晒佢啦，冚家铲，跟住又出嚟拉啊、托啊，点样封区啊，点样啊，咁样，屌你可唔可以拆存在感？你估老共唔知咩？有咁大个有好坦嘅咩金陵药制药咧，有咁嘅钟南山喺里边，佢心知肚明啦。你哋呢班咩捻嘢专家，咪全部都系烧药丸咯？推销药嘅员啊，人员啊 ，sales 咯，系咪？变相啦，我唔系话你 exactly 系啊，变相啦，背后嗰啲咁嘅医学界嗰啲医疗界咁捻大嘅利益，同社福界啦、法律界啦、啊医学界、社福界、法律界、金融界、会计界一捻样啊！好多人吓，唔系为咗个社会，为咗大局，为咗自己界别利益，所有嘢谂嘢嘅方法，系咪？唔能够话佢有犯法又冇事，佢大条道理大把专家吓，好捻巴闭，自己明唔好惊就算啦。因为始终去到尾，佢会话你做乜打啫？你睇下个包装，个包装上都写明我唔负责噶嘛。啊，法律上我唔使负责，哇！你道德上唔妥，道德上，比如啲专家，我列咗啲咩数据，嗰啲数据唔啱用啊，唔列啫。呢啲系科学嚟噶嘛？我科学嚟噶，科学嚟噶。袁国勇话我啲系科学嚟噶，你做乜话我啊？你话我你就唔啱，我告鸠你添啊！几捻叻啦，系咪？专业嘅人知识多先谂到啲咁嘢噶嘛。所以呢个好耐嘅一个啊一个咁嘅 system 嚟噶啦，即系医疗个利益啊瓜葛啦。咁你当然话喂，我有病都系医生救翻我，护士照顾我，两回事嚟噶嘛。两回事嚟噶嘛，我唔系否定呢啲嘢，系咪？好多时咁临老我瓜嗰阵，我都要去佢照顾我一轮啦，一回事啊嘛。但系你都明，佢有啲嘢系俾个成个制度，唔系个别医生可以决定到噶嘛。琴日都讲过啦，最简单就系你有冇家庭医生，佢肯唔肯出句声？佢出句声，你已经好感谢佢啊，因为你自己决定啊嘛。你要 certify， 你可能佢话我唔方便，咁你都明啦。我咁总之你就唔使逼个卡灵医生写张医生纸俾你，佢肯写俾你都容易啲。相对啊，政府医生梗系唔制啦。咁佢系医管局噶嘛，屌你医管局有咗立场啊嘛，冚家铲，佢可能冇得升级噶嘛。
系咪？就咁咯，咁咁咩？咁噶，咁噶，有啲个李文亮都死捻咗咯，系咪？争啲佢唔死就争啲工都冇埋啦，系咪先？医生好巴闭啊，好捻 cheap 噶啫嘛，律师好巴闭，好捻 cheap 噶咋，政客好巴闭啊，收捻晒皮啦，靠自己，唔好靠呢啲咁嘅专家，呢啲咁嘅议员啊，呢啲咁嘅嘢。唉，仲有样好，而家新科技，大家出声屌，上网屌。其实咧，老共系知嘅，就好简单，因为唔系佢好心知，佢一定要收集噶嘛情报，究竟个民情系点啊？你啲人系咪好捻兴啊？咁你真系好捻兴，佢系知你好捻兴嘅。佢唔得，唔就到你一回事，就到你佢点都会就你啊？唔系自己屎忽痕咩？只有一个人系屎忽痕嘅啫，嗰个叫做林郑月娥啊，明明啊，佢就嚟冇得捞啊，话知你死啊，大家一齐揽炒啦，咁咁嘅心理啊嘛。好，讲完今日，唉，哦。就几乎按了关添，哇屌4500，唉，唔好意思，冇乜嘢讲过啫，吓讲完啦，讲完啦，唉，34分，哇，情绪上嗱，你话呢轮我有冇话好似有少少，即系琴晚咁咁样喉咙唔系舒服咁，瞓一觉冇嘢啦，我可能系中过都唔定噶，咁啊，好似开始周围都有啲咁嘅，一上网啊摆咗。摆咗啲资料喺度，咁啊自己小心啦，系咪？即系好好多人啊，哦，附近咯，好似有人咩咯咁样。咁但系你谂下病毒啊，最紧要病毒，佢唔会存在喺空气太耐几个钟啦。呢只嘢阴湿啲，但系佢阴湿啲，我估佢都系存喺人嗰度。佢潜伏得耐，然后传播人传人，始终系靠人传人传播。所以咧，如果你同人嗱，你见其实所有有效嘅防接佢嘅措施都系减低人嘅接触，系而唔系打针，系靠减低人嘅接触。咁呢啲专家全部明嘅，大陆啲专家唔系专家咩？净系你香港嗰啲，屌你声，嗰啲先系专家咩？你啲专家都唔知道利益更多，大陆啲专家有利益，你哋冇咩？一卵样，屌你利益瓜葛，系咪？咁照良心讲嘢，系咪？啊，咁啊系，系我知道今朝有人话老萧中咗风，假嘅。我相信噶，因为见到佢条片出咗，因为我直觉就系冇咁巧合嘅，系咪？佢以前系中过，佢唔系中风嗰次叫做心脏血管撕裂啊，类似啊。2006年嘅唔系咁热，即系夏天啊，2006年噶，十月到啦，类似啊。咁啊，即系啊，唔系2006年啊。2006年嘅事，曾经出过事嘅心脏，咁咧，所以佢其实真系唔应该打嘅，不过佢究竟有冇打到我哋都唔知道，系咪？即系咁啊，但系当然咁耐啦，佢调养都好嘅，咁佢身体唔系唔算强，但系以70几岁人嚟讲 OK 嘅，咁啊，我谂唔系嘅，佢冇中风嘅，我哋当然我哋又唔好咁谂嘅。毕竟生命可贵，咁你咁捻老咯，多几年得几年咧，系咪先？不过佢中风唔关我哋事啊，唔系我激亲佢啊嘛，唔系我哋激亲佢啊嘛，系咪？咁啊唞下啦，出少啲片啦，屌废话连篇，害人害己，咪好咯，病咗咪唞下咯，直情系咪？冇影响啊，对个社会。老公三高，我心律不正，睇医生。当然会开俾医生指俾你，医生我谂你指政府啲医生啦，系嘛？或者嗰啲街头街尾嗰啲，佢唔系好想即系死唔死？你又话专业啦，系咪？你又话专业啦，咁当然啦，佢个标准人哋 set 得严谨嘅，咁佢又真系唔愿嘅，但系佢又惊，喂我话你打得啦，咁你真系有事，佢又好唔安乐嘅，佢宁可要你自己决定。其实叫你自己决定咧。你应该明白其实佢唔想你打嘅。即係我觉得係啦，係咪？因为你諗下佢喺佢嘅立场，佢当然唔会回论叫你唔打啦，屌你睇落你都冇乜嘢喎。咁啦，但佢都唔敢讲得好实㗎，但佢你睇落冇乜嘢，佢比较宽心地建议你，嘿你嗰啲屌你咩高过少少血压乜事都即係行啦，咁你係当係基本健康人啦咁样。但越系多咧，佢越系 hesitate 噶啦，咁佢变咗咧。但系你跟政府俾佢嘅指引，可能就要求都好高噶，系咁咧，佢就唔想啦。但系佢又知道你可能有事噶嘛，一般情况冇事啫。你有事嘅时候，我咪好唔好
好唔安乐咯，收咗你钱仲害死你，所以佢咪讲得诶唔啊，你自己决定啊，诸如此类。咁逢系有啲情况，你都要醒啲啦，醒啲啦。即系其实佢觉得你有事，如果完全冇事，佢都会比较有信心同你讲。你听佢讲嘅语气啊等等嘅，你知自己嘅情况系技术上、科学上你系冇事，但系事实上你嘅机会系大啲。咁够未啊？咁够未啊？咁自己决定咯，系咪？咪由佢自己决定咯。如果你其实我冇咩嘅，我唔惊噶啦，成日讲，但我知好多人好惊，呢个真系好惨。系我唔惊就唔能够，或者我打咗，好多人有个错觉，我打咗咯，我都冇事咯。咁跟住牙捻擦擦咯，我古王世就系打咗啦，萧山真系打咗啦。唉，我咁惊，打完都冇事。咁佢以为个人都系咁，打完冇事就个好高兴啦。既然八九成人都打咗啦，就一齐屌鸠嗰啲唔打噶啦。咁点不知佢唔会估到会嗨嘢喎，唔会估到打咗嗰啲好捻谷气喎。跟住佢有好多人退订啊，诸如此类，好多人屌鸠佢，佢一定系知噶呢样嘢。好多人屌鸠佢，佢点会唔知啫？黄世泽都知，所以咪即刻转口风咯，系咪？啊，黄世泽话我冇谷人打针啊，老萧有啊咁。诶，我真系唔得闲研究咁仔细啊。只不过大家自己谂自己啦。到时你有咗事，你唔好赖人。你唔好赖消防员，亦都唔好赖我，即系你自己决定啊嘛，你自己决定就最好噶啦，系咪？不怨天不由人，系咪？即系最紧要，你问我，你赖我，我一定大条道理，我列翻晒出嚟，我次次都讲两面嘅，然后你自己决定，因为每个人情况唔同，最简单就系每个人嘅情况都大有出入，唔能够一个简单嘅讲法，啱啱定唔啱，打针系啱定唔啱，冇呢回事，个个嘅人情况唔同。但系冇乜大用咧，呢、這个就系我够胆讲啦。客观上你睇到冇乜大用，冇乜大用，系而且一定系会长远计嘅，影响你个免疫力。咁但系呢个又救得翻嘅，你莫话老细日日运动咯，可能因此你有得益噶。所以凡事嘅嘢咧，福系祸所伏，系咪？祸系福所倚。你因为打咗咗两针，搞到周身唔妥，系。死唔去之后，以后好小心健康，咁你就因此而得福啦，系咪先？因此而日日运动，咁你就因为打针得益啦。嗰日系因此而得益嘅，大家要咁样识得咁样谂。哇，唔好意思啊，4500人啊，但系咁啊太过分啦，吓、啊、完啦好嘛，今日听日继续啦、啊、每个人身体不同，吓、啊、OK 啦，系咪先？即系总之今日个信息咧，今日嘅新闻信息系正面嘅，我觉得正面嘅，即系大家都冇错。最紧要就系如果你坚持唔打，你即系坚持打，我坚持打系咪错咧？梗系唔系错啦，老衬咗少少啫，下次咪醒啲咯。你都系 learn from 呢个经验噶嘛，冇一样嘢系冇用嘅，系咪？所有嘢都系有用，打咗针都系有用嘅。就算系老衬咗打多咗，咁下次唔打啦。因此而你明白，打针可以系冇用嘅。研究多咗，以前系盲中中嘅，阿乜水讲喎，医生讲喎，我系信啫。原来唔系，自己研究过，得益咗。唉，蚀底咗而又得益咗，系咪？哇！我讲嘢系咪好自落咧？我仲有条自落片要做噶吓，唔好意思啊，我依家要开工，今晚教学时间，希望有自落片出啦吓，多谢大家。